的灵魂自人类，多肉会半兽人。我开始使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，是些森林前来的早晨，冷和清略都成为可能。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隐藏灵魂吸取生根，面对魔界的失魂，不被无人的转身，为这成败的象征。让我们把伤痕带来自单纯，而被贪婪的永远只对暴力忠诚。